days will come when you don't have the strength. When all you hear is you're not worth anything. Wondering if you ever could be loved. And if they truly saw your heart, they'd see too much. Beautiful. Hello， 早安，现在是早上七点多，孩子们都起床了，我们准备要去北师市早安女生宿舍，看看孩子们在看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了。我刚好拍到经典的那一幕，还蛮可爱的啊！我去吃早餐啦！爸爸，各位同学，听说是从雾海市的 cosplayer， 他们自称练舞时间非常的短，可他们用非常火热爱跳舞的心，所以他们来了，带着热情、勇气、会爱的欲望，哇塞，好伟大，为了自己的梦想，我来看一下从雾海市的。接下来第一次来参加紫锥花热舞大赛的感想是什么？哇，就 happy 啦！好哦，嗨！这次参加紫锥花，你有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呢？这是第一次参加最大型比赛，啊，希望以后会有这种机会。可是问题是，今天这一场哭了。可是你很棒耶！大家都看了，但是你，那你为什么不看我呢？像我拍的时候有点慌。这次来参加紫锥花热舞大赛，你们有什么感想？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活动。怎么说？不过有一些部分我应该要剪掉。不行，剪掉。蛮好玩的。那有什么期望？如果下次还有机会，饭店应该高级一点，然后可以多住几个。不要落泪。好，补助的餐票多一点。还有，很多。对于今天这么帅，有什么感想？自己很帅，是的，哇，每天都是这样。那对于这次参加紫锥花，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大家都尽力了，所以我超级开心。好哦。Hello， 你第一次来跟看这么多厉害的人跳舞，你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哦？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加油。好哦，这次我们有可能有跳错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可以加油。好哦。那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跟高雄的团队比的话，我们是 level 是没有到那个一定的等级，但。我们是因为我们来到这边，我非常感谢，好哦，好可爱哦，这是一个经验。Hello， 对，有没有？练习特别一直加强，然后到现在能够顺利完成比赛，有什么样的感觉？觉得爽了。还有呢？觉得平常心，开开心心的出来，跟大家一起表演，开心的。
好哦，跟大家拜拜，可爱哦，拜拜。社长的部分，这次来台湾，你都妆都花了的部分有什么感觉？我妆花了，真的太可爱了。应该是我刚刚摸眼睛，好，好像神经然后少几条一样，一直忘东忘西，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啊，跳不好没关系啊，尽力而为。那你觉得我们有尽力了吗？再加油。好哦，那你对下次有什么样的期望？之后我们街舞社的发展，之后街舞社的发展，我让他，请你看我变得非常的壮大，像先把大家一起练。对，然后在这比赛的过程中，你有没有特别学习到什么？学到什么？麦克风。就是要提前准备，才不会耽误到。那我们已经比赛完喽，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玩喽。Yeah!